大家好，我们中创星河在乌鲁木齐实现卫星便携站加麦系通信，在无公网信号的大山区域，主要是供电力应急在无信号区域使用，实现视频语音调动功能。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，这是卫星便携站，这边是我们的指挥箱，也就是前指指挥车所在的区域。我们的指挥平台调度平台可以实现与前方的视频，也可以看到我前方麦系单兵设备和我指挥箱的连接状态。我也可以通过指挥箱呼叫，我也可以通过话麦呼叫前方。前方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我走你的脚印，你也上来，梁总，你别上来，省力。上了吧？你不上了，你不上了，不是。那这东西设备就放这儿，你。对，设备放这儿，我们下去再把那边调通就 OK 了。OK 了。上方向是对的啊，继续往那个工作人员那块走。